我欢迎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一起同心祷告。拯救人类的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用你的大爱拯救我们，你让我们每一个人不沉沦。主，我们入你的殿，求你与我们同在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卑微的，我们是罪人，但是你却愿意舍你己命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主，有时我们真的觉得我们配吗？但是主，你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独一无二所创造，我们都是你的宝贝。求主你与我们同在。主，我们弟兄姐妹在你的圣殿里，求主你大大的圣灵降临在我们的当中。主，我们也知道在今天是妇女纪念主日，我们有很多的借由妇女所服侍的事工。主，我们求主你将这香祭能够献在主你的手里。主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人生路途，我们不是都是平静，但是主你与我们同在，因为我们在危难的时候我们不孤单。主，你永远与我们同行。主，我们也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心灵软弱，身体疲乏，甚至于他们有所病痛在他们的身上，他们没有办法进到主你的殿来，但是主，我们全然的交托他们在你的手中，因为主，我们知道你与任何一个人同在，即使不信主你的，你都一样眷顾他们。我们也求主你保守我们教会的圣工，包括我们在聘牧的过程里面，主，我们全然仰望你，因为主，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做什么，我们唯能透过祷告。求主你为我们预备。我们也感谢主你在今天的传道所要分享的信息里面，求主你大能的临到他当中，开他的口与我们分享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以感动。求主你让我们预备我们每一个人清洁的心到主你的面前。我们仗着诚心感谢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经节是《撒母耳记上》1:1-18，《撒母耳记上》1:1-18。《撒母耳记上》1:1-18，以法莲三地的拉玛属非有一个以法莲人，名叫以利加拿，是苏佛的元孙，托父的曾孙，以利父的孙子，耶罗汉的儿子。他有两个妻，一名哈拿，一名皮利娜。皮利娜有儿女，哈拿没有儿女。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，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。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，何非弗尼、非尼哈，当耶和华的祭司。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，将祭肉分给他的妻子皮尼娜和皮尼娜所生的儿子，给哈拿的却是分双份，因为他爱哈拿。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，皮尼娜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，就做他的对头，大大激动他，要使他生气。每年上到耶和华的殿的时候，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。皮尼娜人是激动他，以致他哭泣不吃饭。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：“哈拿，你为何哭泣不吃饭，心里愁闷呢？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？”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，哈拿就站起来，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
边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哈麻心里愁苦，就痛痛哭泣，祈祷耶和华，许愿说：万军之耶和华，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，眷恋不忘卑女，是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刀头刀剃他的头。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，以利定睛看他的嘴，原来哈拿心中默祷，只动嘴唇不出声音，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。以利对他说：你要醉到几时呢？你不应该喝酒。哈拿回答说：主啊，不是这样，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，清酒浓酒都没有喝，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，不要将卑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。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，所以祈求到如今。以利说：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，愿以色列的上帝允准你向他所求的。哈拿说：愿卑女在你面前蒙恩。于是妇人走去吃饭，面上再不带愁容了。以上我们今天的经节到这边。今天千惠传道所要跟我们分享的信息是不再一样的笑容，不再一样的笑容。